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们院长、教长、各位法师、各位同学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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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问长，所谓行流结起，行起解决，也就是解根行当中，要行之前必须要先了解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都是属于教理啊了解的范围。那最后呢，会留下十分钟，让大家提问，要怎么样把这个净土法门这个显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？现在还是请大家看讲稿，信愿行，信行愿，含义皆同。人从弥陀救度而言，救度之方法即是念佛。如善导大师说，念佛三昧为宗，故接着提出行，也就是宗，也就是方法。救度之目标即是往生。如善导大师言，愿生净土为体，故接着提出愿，也就是体，也就是目标。信行愿，愿排在第三与第四目的相呼应。此信愿行之内涵，善导大师《观经书》所说机法二性以及正定业之文，是最为贴切的。此外，二门、二道、二力、二藏、二教、二行、二业，是核心教义，信、愿、行以及其特色的逻辑关系。机法二性之文，一者决定身性，自身现是罪恶生死凡夫，旷劫以来常梦常流转，无有处理之缘。二者决定生性，比阿弥陀佛是八愿摄受众生，无理无虑成彼愿力，定得往生。这两段叫做机法二性。机指根基，能够接受弥陀救度之法的这一种根基。那么法呢，是指弥陀救度之法。那机法这两种性是很深的性，叫做机法二性。那这机法二性呢，它不是各自独立的，它是互相包含的，是一体性的。如果不是包含，是各自独立的话，那也就不是机的生性，也不是法的生性。那么从净土宗的立场来讲，必须要有这机法二性，才算是修净土宗，才算是净土宗的念佛人。同时，只要有这机法二性的话呢，那么可说往生极乐世界是确定性的，今生就能够确定往生极乐世界。也就是说，已经不是生死轮回的凡夫了，已经是极乐世界圣众的身份之一了。可见这机法两种生性的重要。
接下来镇定业之稳，一心专念弥陀名号，醒住坐卧不入思及久静，念念不舍者是彼镇定之业，顺彼佛愿故。若镇定业之稳跟机法二心之稳，都是善导大师在他的观经书里面所讲的，这两段也可以说是观经书的心眼啊，核心啊，甚至也可以说是净土宗的核心。进一步讲，也可以说是整个佛法啊，整个佛法最终的目的啊。为什么讲呢？刚刚提出佛教的核心教理就是苦集灭道，我们呢必须要离苦，离苦必须要断己，就贪嗔痴，要断己必须要修道，修道才能断己，才能证涅槃，离开轮回啊。在这修道当中，刚刚就有提到有大圣有小圣，小圣就是解脱道，以三十七道品为主啊。那么大圣呢，就菩萨道，以这个发四弘誓愿、实践六度万行为主。那么这个菩萨道当中是净土法门啊，是登峰造极的。为什么？刚刚有讲，它方法上来讲呢，很容易，只要念佛。那只要念佛，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能念佛的，甚至动物、鹦鹉鸟也能够所谓鹦鹉学舌来念佛，甚至动物给他听闻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，这个动物死了也能够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就方法来讲，几乎一切众生都能够做得到的。那么就境界上来讲，往生极乐世界就已经离开轮回了，而且极乐世界是涅槃的境界，所以往生极乐世界不进入涅槃，那会成什么？所以不成佛会成什么呢？到极乐世界一定成佛。那么这个根底都在于，首先我们有痛感，自己是一个凡夫，是一个六道轮回的生死凡夫，而且是一个罪恶的生死凡夫啊。况且以来常冒常流转，况且就时间上来讲，况且生生世世世世生生到现在啊，还没有解脱，无有处理之缘。就未来来讲，即使进未来际，以我们这样现在的罪恶生死凡夫，也没有处理六道的这个机缘啊，也就是说，以我们这样的根基，即使有高妙的佛法，我们也学不起、修不成啊，因为有痛感，这样无力、卑贱、轮回的这个凡夫，因此就会寻找救度的法门。那刚好呢，就遇到弥陀的救度，所以这里说，彼阿弥陀是八大愿，摄受众生，阿弥陀佛的存在。是因地的时候发下的四八大愿啊，愿发了又经过造成永劫的修行，才圆满成为那么阿弥陀佛，而成就了极乐世界，同时有这一句万德洪名能够救度死亡众生。对我们来讲啊，我们无疑无虑，不怀疑啊，不挂虑的啊，成彼愿力，成就是信受依靠的意思，信受弥陀愿力的救度，那这样呢，定得往生。这个定得往生就是指百分之百的，啊，百分之百的，决定性，不是或然力啊，或者可或者不可，它不是，它是百分之百定往生极乐世界的。那么有这两种深信，自然呢就会以信心的专念弥陀。好，也就是说信受弥陀的救度之后呢，我们只要落实这个愿望。
就可以了。不管我们行住坐卧，哪个地方做什么事情，时间多少，一旦有时间就念佛，以念佛为我们的生命，以念佛为我们的生活，自自然然就会这样。所以这个机法二性跟正定业是互相内外涵盖的。接下来讲一些有关的教理，像二缘啊，就是圣道缘跟净土缘。二道就是难行道跟易行道，二力就是自力跟他力，二障就是十五障、菩萨障，二叫顿障、顿教、见教，二行、正行、杂行，二业呢就正定业跟主业，这一些是名相。但如果没有解说的话，大家也不了解。二理就圣道理、净土理。为什么要提出二理呢？也就是说，整个佛法啊，整个佛法，把它呢组织、分析、组织、归纳的话，就有圣道理跟净土理的差别。那么我们这个法门呢，是属于净土理，属于净土理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划分呢？让我们清楚什么是净土，什么是圣道，然后呢，我们呢明确的选择净土，走净土的大道，这样才不会偏失。好像很多东西必须要摆列在面前，我们的面前，然后划分出我们所需要的跟我们所不需要的，让我们能够很明确的就去拿，就去掌握我们所需要的。接下来难行道、易行道呢，就分别出圣道呢是困难的，是艰难的，是辛苦的。那么易行道呢，就是净土的。所谓易，易就是简易、容易、安易。简易就是说它很简单，所以容易。很简单，所以容易啊，所以简易容易。同时安逸，它呢不辛苦，它甚至呢就是安乐。所以净土法门，也叫安乐的法门。再来自利他利，圣道呢能行道是自利，自利就是说靠自己的功夫，靠自己的功德，靠自己的修行啊，靠自己的道。来断己，断这个烦恼，来正念，来离苦得乐，靠自己的力量。那他力就净土法门，依靠阿弥陀佛的佛力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这里呢，圣道门、能行道、自力跟净土门、易行道、他力，这是两种不同的，甚至呢是互相对立的。那么这一些名相的背后，它都有教理的依据，有经典的依据呢，有祖师传承的依据啊。接下来二相、十五相跟菩萨相，还有顿教、见教、正行、杂行、正定力、助业，这是善导大师的观经书里面所阐释的。那么善导大师呢，自古以来尊称他是阿弥陀的化身，是弥陀化身。他呢，每念一声佛，心中、口中都会有一道光明出现。他是隋唐时代的一个高僧啊。他由于弘化的地区大部分都在长安城的内外，他弘化的盛况呢，根据历史记载说，这个百长安长安城啊，百万人众的这个长安城，由于善导大师的教化，几乎呢满城断肉，然后又吃素啊。当然，要百万人口全部吃素，应该不是可能，不是事实。但显示呢是大部分都断肉的。有一则典故，就是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这个成语，它的典故来自哪里呢？就来自于善导大师。
因为历史记载说把腿断肉，导致这个屠夫杀猪卖肉的人没有生意了。那么屠夫的这个个性呢，就是比较强悍、急躁、暴躁，所以他按耐不住，就拿了一把屠刀要去找善导大师算账。晓得之所以满城断肉，来自于善导大师提倡念佛的教化，所以大家呢都想念佛了，所以呢家家弥陀，户户观音，这种盛况就是在唐朝时代的。那么这个屠夫来到这个善导大师住的地方叫光明寺，一见到善导大师就很生气，就拿刀要杀善导大师。那善导大师是何等人物啊？根据记载说，善导大师就向西方，用手指指向西方，立刻显现出极乐世界的清净、庄严、美妙、安乐，当下使那个屠夫非常的感动，非常的感动，感动到怎么样呢？不但是这个回心转意、改邪归正，甚至呢，屠刀就丢下来，你要到那个这样美妙、快乐的地方。那这个世间呢很龌龊，为了生活，为了经济，每一天呢都要跟猪在一起，都要杀猪，这一种杀猪的这个罪业，他呢听善导大师说，只要你就必定能够往生，所以呢他就放下屠刀了，就一方面念佛，一方面走向光明寺前面的这个柳树上往下一跳。你这样一跳呢就死掉了，可是附近的人就看到那个神是从顶门出来，给阿弥陀佛连忙一接，就接到极乐世界去了。这个就是有人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这个最根本的典故，就在这里啊。那么善导大师说这个佛法呢有十名藏跟菩萨藏，十名藏就是小圣的，菩萨藏大圣的。那么这个净土啊，也是属于菩萨藏啊。那么这个菩萨藏当中呢，大圣王当中又有对教跟戒教啊。那么净土啊，也是属于对教啊，对教。所谓对教是什么呢？对教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下修，当下圆满，今生修，今生离苦得乐，今生获得成佛的身份，这个叫顿教。那么见教呢，就是这一辈子已经完成，期待下一辈子，期待下下辈子，生生世世，这个是属于见教的。那么净土法门呢，在见顿二教当中，在全始二法当中，是属于顿教的，是属于圆教的，是属于实教的。那么我们刚刚讲今生就能够得到成佛的身份，这是得，不是证。证的话呢，必须要断了烦恼，证悟了涅槃。但是我们烦恼，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断不了的。可是呢，我们念佛，我们蒙受接受弥陀的救度，将来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。那往生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是无量光、无量寿的境界，到了极乐世界，寿命跟阿弥陀无量寿超越时间永恒存在。那么光明呢，跟阿弥陀无量光也就是说安乐，而且充满了这个无量的愿力跟这个神通。那我们现在念佛，将来往生，虽然还没有断烦恼，但是已经得到的必定成佛的身份了，那么这个都有教理依据的。二行就正想跟杂想，善导大师把往生极乐世界这个行本行本分为正跟杂。所谓正呢，有五种，就是说一个修学净土法门的人对他来讲，他的学问、他的教理就是净土三经，所以专读诵净土三经，
这个呢是读诵上的这个正气。那么心中有所想象的话呢，都会专想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啊，这个是观想上来讲的正想。那么如果有礼拜的话呢，也是专以阿弥陀佛为礼拜的对象，这个是礼拜的正想。接下来呢，如果我们有念的话呢，都专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不杂念其他的佛菩萨跟咒语，这个是称念上的净行啊，正行。那么如果有供养啊、赞叹啊、十方诸佛菩萨、八万四千佛当中，阿弥陀佛是王，阿弥陀佛是尊，最终第一的，所以呢，就专啊赞叹阿弥陀佛，专供养阿弥陀佛，这五种叫做极乐世界的正行。那么如果离开这五种之外呢，是杂醒。那杂醒跟正醒是什么关系呢？正醒都跟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是百分之百的关系，是直接的关系，几乎是融为一体的。那如果不是这五种正醒的话，肯定呢是跟阿弥陀无关的，跟极乐世界无关的。那么这个呢怎么也叫做醒呢？就是我们叫做净土的行，这个是因为必须要回向。他如果把这一些功德回向将来成极乐世界的话，那么阿弥陀佛也会来迎接他，所以呢，这个也是算极乐世界的行。不过呢，跟正行来讲的话呢，它是属于杂行。那杂行跟正行来比较的话呢，是怎么样？杂行比较繁杂，比较繁杂，修的这个法门呢比较多。同时比较困难，比较困难，也比较辛苦，比较辛苦。同时，他跟阿弥陀极乐世界呢，不是很亲，也不是很近，因为跟弥陀极乐世界都没有关系嘛。那如果是五种正行的话，跟弥陀亲，跟弥陀近啊。什么叫亲？什么叫近呢？亲是心灵上，心灵上的亲密，心心。感通，心心相应，彼此的心融为一体啊。那么专念阿弥陀佛，就跟阿弥陀佛亲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发愿的目的就要救度我们，那我们也愿给阿弥陀佛救，而且想阿弥陀佛、念阿弥陀佛，岂不跟阿弥陀佛是心心相应，是融为一体的，是不相舍的，不相分开的，一体不离的啊。这就亲来讲。那么近呢，是身体上的距离。我们念佛，阿弥陀佛就跟我们在一起，如影随形，彼此不相舍。阿弥陀佛就跟我们呢，所谓这个夜夜抱佛缘，朝朝还共起，与我们同出入。这个就是我们只要有这五正行，就是跟阿弥陀佛。心灵上的亲亲密，身灵上、身体上的如影随形，不相舍，这个是正行跟杂行的关系。那如果是杂行的话呢，跟阿弥陀佛不亲也不近啊，不亲也不，因为他不是专想佛、专念佛、想极乐世界。那么现在虽然跟阿弥陀佛不亲不近。可是临终的时候，阿弥陀佛也会来接引他，也来接引他。但如果他半途而废了，那就不能往生了。那如果是正行的话呢，是从现在到我们临终，就永远跟阿弥陀佛亲近密切的在一起。这个正行跟正杂行的这个差别。然后二业，因为就正定业跟住业，刚刚讲五种正行，你就读诵。观想、礼拜，还有称礼、供养、赞叹，这五种当中，称礼是正定业。所谓正定业，就是说百分之百决定下来的。正定业是跟邪定业、不定业相对待的。正定业是百分之百如是因、如是果的。那么不定业呢，就不一定，或许能得果，或许不能。或许会退转的，不定。那邪定业就表示跟这个都毫无关系的，
那么愿你就是正定业100%。那么其他四种呢，是促成他来专一念佛的必要的啊。譬如说，我们从台北到南部高雄，最直接最快的，就是开高速公路，或者是坐高铁。那么当我们上高速公路之前，从我们这个地方到高速公路有一些道路必须循这个高速公路的方向，同时要上高速公路也必须要上交流道。那么这一些过程就像五种正行的其他四种叫做助业。那么我们有了这助业，譬如说读诵净土三经，就了解极乐世界的庄严，无可慈悲救度啊！然后经过想象，哎，极乐世界呢，真的是这样的庄严，阿弥陀佛是可敬可畏，可礼拜可供养赞叹的。之后呢，我们就能够专一的专称这一句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。所以，透过这四种助业，让我们来专一念佛。那么只要道理了解之后呢，我们就专一念佛，把念佛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，让我们念佛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念佛，念佛生活化，生活念佛化，这是可以达到的。因为它简单容易，只要心中默念佛号或口中称念佛号就可以。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，不管任何人、这里地方、任何事情，只要不动脑筋的话，都可以一佛念佛。小孩子牙牙学语的时候，你可以教他念佛，念习惯了，他一看到佛像、一看到寺院、看到出家人，就合掌念阿弥陀佛，甚至梦中也会念佛。那么小孩子要到极乐世界，梦到极乐世界是最容易的，因为他心里很单纯啊。这老人家躺在病床上，也可以嘴巴念佛，也可以心中忆佛想佛，所以五官念佛它是最容易的。所以上等大师就说了：行住坐卧，不论时节久近，都可以念念不舍的。那么这个就是正定之业。为什么呢？是不念故，因为你念佛就随顺阿弥陀佛的根本念。阿弥陀佛说：“你要相信我的救度，因此进一步接受我的救度。”那接受的就是怎么样呢？愿意啊，到极乐世界来。此后呢，你就心中意念弥陀佛名，口中称念弥陀佛名。所以念佛就是顺佛念。就是随顺了阿弥陀佛愿，跟阿弥陀佛愿呢，就是你感应道交，愿愿相应。接下来看第二页，进一步提出净土宗的核心，经论次之文。经就是经典，以净土三部经为主。论呢，就是龙树菩萨、天心菩萨的一行的根宝真论啊。四就是我们的祖师刚刚所提的盘卵道错善导啊，他们的著作宝真论著的安乐几老不绝卷啊。那么一就是无量寿经雄要本啊。无量寿经的这个核心的经纬是很多，那么为了浓缩成两章四页，所以呢就引用这九段。那九段呢，没有解说的话也不能明了，那要解说的话呢，要很长的时间啊。所以呢，就把它浓缩这两章，让大家回去呢可以熏习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有的只是学文练过，那有的呢是稍微消文啊。是做自己之本，净土宗生教集55页，我们有把这个净土三经以及这几位祖师的论著
编成一本书，书名叫做《净土宗正教集》。那么这一本呢，今天有带来要赠送给大家，因为大家就是学生嘛，学生就是要学习教理。那学习教理呢，这个各宗各派重要的经典我都有，所以就来赠送给大家。无量寿经是若自己的经文，有一段说：“为诸书业作不请之友，后准之路是重担，传教是爱敬父母之众生是若自己。”今天给大家的讲稿所罗列的这个经文是之文，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呢背在心中。这背在心中呢，就能够消自己的业障啊，增加自己的福报跟智慧啊，同时也会了解弥陀的救度，能够进入信受这个净土宗的这个领域啊。那么这一段经文显示什么呢？显示阿弥陀佛悲心，阿弥陀跟我们的关系。不去树立做不请之有，树立就众生了。阿弥陀主动的来做我们的亲朋好友，他是主动的，不经过我们的祈求拜托。这个师长当我们的朋友不稀罕，总统当我们的臣朋友呢，固然可贵。如果罗汉是我们的朋友，菩萨是我们的朋友，岂不更殊胜可贵了啊？那么现在呢？这个菩萨来当我们的朋友，甚至呢阿弥陀来当我们的朋友，是不是更加人与稀有？何物群众是重担，凡是菩萨，他呢一定会代替众生受无量的苦，承担众生无量的重担，也就是罪业，以这来凸显阿弥陀佛。接下来，如传教这是爱敬父母，以众生是若自己。阿弥陀佛把我们看成他自己啊，这简单的解释啊，显示阿弥陀佛的慈悲跟我们的关系。接下来啊，如来出世本怀文，如来无尽大悲，今来三界受初心，以是光转道，将欲成全能，会真实之地。这段经文显示十方如来出世的本怀。那么既然在无量寿经当中呢，就显示无量寿经的内涵，就如来出世的本来。接下来弥陀愿行超万无上殊胜尊具足五解色是庄严佛果经之色，于不可思议造财永劫即使菩萨无量德显。那么这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接下来第十八愿之文，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心心的一生我罗乃至十念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者，唯除五逆，诽谤正法。总共有36个字，这样就是八大愿当中的根本愿。接下来34偈：我见超世愿度是无上道，无上道四愿不满足，是不成等觉。为无量劫不为大师主，普济诸贫苦，是不成等觉。我是成佛道，临超爽最终度，是不成等觉。这3个愿呢，也可以涵盖整个48大愿啊。那么显示阿弥陀佛的发愿跟成佛，是要成为超世，超越十方三世佛的啊。那么他所累积的这个佛的功德呢，都是要送给众生的。所以第二愿说普济诸贫苦，所以贫苦就是没有福报、没有智慧的六道众生。那么把这一些功德都能送给众生，那么这一些功德浓缩成为一句名号，所以说呢，你是成道人生超什么究竟有不我是不成等觉，所以名号叫做万等红莲，所有一代佛教84000法门的教理的功德、修行的功德，都能在名号里面的。那我们念佛人只要专称弥陀佛名，就能够拥有84000法门的功德，十方三世诸佛的功德，一切菩萨的功德，80000陀罗尼的功德，通通通在里面的。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接下来10分钟啊，我们院长有交代，
希望你们同学能够提出问题，以后来回答。好，现在呢，接下来给我们同学提出问题。我想要提出问题呀，必须对这个法有所涉猎，有所涉猎才会进一步发现问题啊。人希望说这个乙有乙才有物，没有乙就没有物啊。那小乙小物，大乙大物，那可见说又没有讲性，又强调义，那为什么呢？水毕竟有义，那义不破的话就不能破义、啊、破义生性，那转移成物、啊、所以呢要去发现这个问题。那我们净土中的问题、啊、譬如说净土中提出义行道是谁提的呢？是龙树菩萨。龙树菩萨这个异形品，也可以说整个佛教当中这个叛教的这个好使，各宗各派如果没有叛教的话，不能成为宗派的。那最初的叛教是谁？就龙树菩萨。在哪里？在异形品。龙树菩萨把整个佛陀一代的教法分为异形道跟难行道，一行道难行道。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？他是用世间的道路来批评的。他说佛法有无量门，无世间道，有达有义。佛法无量门好像世间的道路一样，世间的道路有比较平坦容易的，那有要爬山涉水比较困难的，那这个菩萨道也是一样。净土法门是说弥陀救度，这个是属于易行道，其他的都是难行道。那他又譬如说难行道像走路，那易行道像坐船，那走路辛苦，坐船呢安乐又快速，这就是龙树菩萨的判价。那这个问题就来了，真的是这么容易吗？它背后的道理在哪里？背后的道理是因为阿弥陀佛主动为十方众生发四十八大愿，主动为十方众生建设未来归宿的极乐世界。这种归宿是安乐的，怎么安乐呢？那到了那里就能够快速的成佛，假借弥陀力量快速的成佛，所以是安乐若容易。所以它的根源来自于阿弥陀佛的愿心、慈悲、智慧跟这个愿力，因此才成为义。那如果离开阿弥陀佛的救度，那我们既然没有救度，必须靠自力来自力救济了。那自力自己能够断自己的烦恼吗？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断自己的烦恼，龙树菩萨说这是难行道，这是苦的。那么除了净土法门专称弥陀佛品之外的各宗各派，譬如说天台、华严、唯识三论，这些是偏重教理的，这是难行道。那其他呢？律宗、传宗、密宗也是呢，所以难行道。以密宗、禅宗来讲，都要靠自己。那密宗的话呢，只为三密相应，它也有靠本尊的，但是它呢是半自力、半他力的。唯有净土法门，龙树菩萨用坐船来形容啊。那坐船显示什么呢？显示不需要我们的力量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力量，从此岸要游泳到彼岸，我们没有这个力量。那我们如果坐在船上的话呢，那再怎样都没有力量，
这条船会安稳的把我们渡到彼岸，涅槃的彼岸。所以从娑婆苦的此岸到涅槃乐的彼岸呢，靠我们的力量，我们没办法，那是自力难行，痛苦的。那若坐船的话呢，那就非常的容易。所以说你这个自力跟他力，它的原理在哪里？在靠你的愿力，靠你的愿力。我们是菩萨形容说，这如同坐船。那船在哪里？船就最基本号，应该就是大愿之船，能够让我们从娑婆时分到极乐彼岸。那如何乘船呢？只要你专称弥陀佛名。那你为什么要专称弥陀佛名？因为我愿生弥陀净土。那你怎么样愿生弥陀净土呢？因为弥陀净土是涅槃的境界，同时又有弥陀的救度很容易，因此呢，我愿生弥陀净土。所以龙树菩萨在他的一行品里面就说：“乘彼八道船，名渡南渡海，自度度彼，我以自在道。”也就是说，念佛就乘彼八道船，把这句弥陀名号形容为苦行灭道的道。苦行灭道的道呢，龙说就是八道，开展就是真七道品，这是这个声闻道来讲的，小声来讲。那如果是大声，就六度法门啊。那么以这个八道来涵盖整个六度万行，所以说乘彼八道船啊，专念弥陀，那就乘彼八道船，能度难度啊，就能够度脱我们没办法度脱的这个生死苦海，这就度彼。这句弥陀名号是能够让我们自己念，我们自己往生，也让别人其他众生念，让其他众生往生。同时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我们也能够跟阿弥陀佛一样的无量光寿啊，具足十八大愿来广度十方众生。所以这八道转这句名号是能够自度，不能够度彼的，而且是自在外的。所以龙树菩萨就说了：“我呢，我以自在长。”我顶礼阿弥陀佛，我来赞叹阿弥陀佛，我来归顺信受阿弥陀佛的救度。这就是龙树菩萨一行道难行道的这个判教。问题是很多，甚至呢，我们这样的罪恶的凡夫、烦恼的凡夫、根基低劣的凡夫、妄想杂念多的凡夫，像这样念佛啊，也能够往生吗？那是百分之百能够往生的。为什么呢？也是在阿弥陀佛的愿力。我们变成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知不知道？知道。知道。我们念佛，阿弥陀佛听不听到？听到。听到。那么我们是一个烦恼炽盛、业障深重、妄想纷飞的凡夫，阿弥陀佛知不知道？知道。知道。阿弥陀佛说：“你们就以你们这样的根基，来愿生弥陀净土，专称弥陀佛名。我知道你这样的根基，没关系，我保护你。将来我接引你，不管你临终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临终，是寿终正寝、正念分明，或者是病苦念不出佛号来，或者是昏迷。”甚至呢，水难、火难、车难、海难、空难，那样的灾难来去世了，阿弥陀佛都知道，都会现身来接引到极乐世界去。容易一行道就在这里，所以对我们来讲，我们负责我们的念佛；对阿弥陀佛来讲，阿弥陀佛负责现在保护我们，临终接引我们。原理就在这里，所以如果论这个净土宗的核心教理在哪里？在弥陀的救度，在哪里？在我们的称名愿生。那这个愿呢，并不是说不能够得到，我们在这个愿望盼望，那愿望盼望能不能得到，我们不晓得，
就看我自己的努力吧，不是这一种愿，愿有两种，一种一种就期盼的愿，还没到在这里期盼，能不能得到还不知道。那么一种呢是预约的愿，也就是说他要给我们，是我们可以得到的，我们预先预约，那时间还没有到，但是已经预约了，所以时间到我们就会拥有。譬如说我们圆光佛学院，那入学的标准很低，你只要预约就能够入学啊，我们就现在预约人点入学，那时间到了就能够入学，因为它门槛很低。那阿弥陀佛的门槛呢，它没有门槛，它没有条件的，如果有条件的话，他就说你只要愿心的愿，愿意接受我的救度，预约我的救度，那么你时间到的时候，我就会来迎接你到极乐世界，面面相觑。那么从现在到临终怎么样呢？你就专念这一句弥陀名号，想念这一句弥陀名号。所以这弥陀名号呢是死啊，但是信嘛愿嘛也都在里面了。所以谈到这里的信愿行都互相包含着，提信的时候呢愿行在里面，提愿的时候信行在里面，提醒的时候信愿也在里面，互相包含的。所以一行净土中呢是包含是这八个宗派当中啊最容易就是最殊胜，是不管我们出家在家两女老少至于闲不下都能够做得来的，是今生修今生解脱的，是一世圆满的，是单身可以成就的。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学生将来都要负责，负责负责什么呢？负责传承佛法，负责把佛法呢传播出去。那希望大家呢能够自修净土法门，也劝他净土法门，自己今生解脱，也让引领众生今生也解脱。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。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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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